你好，曾总，今天有空来车间看一下，看看这个现在是车间机器的情况。刚才我跟那个生产部的这个负责人结合了一下，就是咱们现在如果要是定2.8米的时间，大概是1个月左右，跟我上次跟您说的差不多。如果要是2.6米的话，那就比较快了。2.6米的现在时间大概2周就差不多。看看咱们这机器考虑的怎么样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研究一下。